交通部观光局首度举办百大好客民宿，位于梅山乡龙眼村第三住宅民宿，拥有三合一的建筑，特别的是，这是梅山地区上升市政地区的位置，更是五星级的地产，游客会当体验暖茶、品茗、甲制茶第一道烹馈，迎合着特殊体验类别主题好客民宿。交通部观光局首度举办百大好客民宿。位于梅山乡林荫拿大山住宅的民宿核选，拥有闽南传统三合院的建筑。这里是大山自在民宿，在嘉义梅山的龙眼村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的民宿呢，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三合院下去做改装，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的房子。为什么民宿也称为大山住宅？原来这比昆山来还了，有大山的风景，有住宅的心情。为什么会叫大山自在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整个大山环绕，我们在这里自在生活，所以呢我们就叫大山自在。这次呢我们很荣幸的当选了交通部观光局的百大好客民宿。我们是在特殊体验类。那为什么会在特殊体验类呢？跟我们的产业也有很大的关系。除了说我们是三合院改装的房子，可以在这边体验山居的生活，我们这边也是高山茶的发源地，而且呢我们的制茶厂呢也荣获了特有五星的等级。我们是希望做什么事情都尽量的面面俱到。三合院内底大所的主屋是非常的清气和整洁，用了在地原木进行装饰，厝内充满着原木的香气。最特别的是，这就是梅山地区上早来市政地球的位置，更是五星级的地产，游客可以体验暖茶、品闻制茶第一道的香气滋味，甚至呢也可以来手作体验制茶啊。那我们的经营方式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茶与素来做结合，这样子的特殊体验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交通上来讲是比较偏僻一点，所以呢，如果说要找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呢，Google 大山自在，他会带你来这个地方。迎合着特殊体验类别主题好客民宿，透过好客民宿标章以及百大好客民宿的遴选。由官方和民众共同认证，严选出百大好客民宿的自由生，借此提升整个民宿的品质，提供国内外旅客更优质、安心住宿的选择。谢金新闻蔡明道梅山乡采访报道。